啊，我们一天要吃三顿饭，很多人都是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其实呢，吃饭也有金标准，如果40岁后你能够坚持住的话，对延长寿命是有帮助的哦。一，两顿饭间隔4到6小时。两顿饭的时间间隔太长的话，会使人出现非常饿的感觉。那间隔太短呢，会让肠胃得不到休息，所以不管太长还是太短，对身体呢都不好。二，吃饭时尽量不要说话。俗话说，食不言寝不语。如果吃饭时说话，会让嚼东西的次数变少，不利于消化。所以吃饭时呢，尽量不要说话。三，多吃蔬菜。吃饭时啊，最好吃得清淡一些。那多吃一些蔬菜，这样能够帮助身体补充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四，吃饭时腰背挺直。挺直腰背吃饭呢，可以减少肠胃的负担，而弯腰驼背吃饭很容易影响消化，引发肠胃问题。所以呢，腰背挺直吃饭有益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哦。